去喝caipirinha, 巴西的酒，然后还有巴西的食物。 今天我们的活动是一个歌手，啊，OK，我们刚刚说这个波西亚，还有pastel都是巴西的食物，都是50块哦，好便宜哦，好吃啊，OK，我们可以去那边吃吃吃，然后有那个酒，啊。 我是巴西来的，所以我的国语不是很好。好，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，跟我讲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今天这个活动，这个很重要，说谢谢是国的主持人，然后我们有巴西的 minister 在那边，然后跟歌手 Oléria。 然后跟巴西的 minister 父母，先生，对，也可以管 ，OK， 现在我要去一个老板，这个是瓜德先生，可以跟你们讲这个他们的 dream，OK， 瓜德，谢谢啊，瓜德先生，啊，我爱。 谢谢大家，谢谢中奖社区，谢谢很多喜欢巴西文化的人，台湾人，谢谢。那我们非常荣幸，我们请巴西的那个director 大使来跟我讲几句话，谢谢。我爱。